除非有凭实之地，何非虎丘？虎丘今天却非相会之日。虎丘今天你要会是修会人，不急不急的脚步，不缓不急的对谈，看出平常的言语当中，双方早已暗稳尽力，既台尽力中，平时雷霆一击，你尽力继续。何不动手？因为这三里路上，你全无封闭，无封闭便是最好的封闭。所以，我找不出一个最好的出手时机。那我出手了，我只好睡觉。高将一身生死相关，哦，混战，形成混战机身，哦。正道之剑，无伤法，无规则，变化在最少的变化。剑之计，原在简单两字，用是毫无伤法的攻击。神力洪流，啊！用音快速。周德武功当中信息一轮接轮，杀气无端轮轰，用对手南新急出，只见剑形背剑在胸，期待今日形成一副壮观景象。极野贯空，哦，中招阿伯，当中信息。金铁金文尊人秀，哦，一代雄鹰之后是肃杀的精。三九松出，哦，胜负判定却不见胜者骄勇，还是极端的落寞。我让你失望。你要不能静悟之剑，
我可是拼了性命才能还你这份的人情哦。就在剑圣离开桃花坞不远之时，突然凌空降下四口宝剑，天无日，风下千秋，为我剑灵，地无灵，风也万里。秋水扫平，两劫时分受五子之命，恭请先生一领剑帖。剑帖，请。使唤你这样的剑帖，你的主人是谁？先生之意，草帖上该有解答。相信见过主人之后，先生会对主人更加留心。两劫生不着命，请。